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。耶，我们到华兴了，今天晚上我们的晚餐就在这里哦。华兴夜市看起来蛮漂亮的，好像规模不错的，进来看看。这个布局有点像中立夜市，有点像中立夜市，对。我喜欢这样，格局很像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41 OK， 你要什么口味？一定要这个，对不对？ Oreo 口味，好吗？还是要原味跟巧克力？ Oreo 就知道。好，那我要。它的造型是什么？什么狗啊？这个发豆，发豆，对不对？一个40，两个80，很贵。哇，你的发豆耳朵被你咬了啦！你只吃阿皮耶，但是你要吃这边可能还有它的内馅哦。对，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哦，看到了，这个是它里面的内馅，就是芝宝点的 Oreo。烤肉串要不要来？它都有标辣度哦。吃一个好吧，爸爸也要吃。来一个 ，two， OK， one。我们一个兔的。5-10-3-1 5-10-3-1 Most spicy。耶，我们的烤肉串好了。来吧，居然不想吃烤肉串。美味的海鲜哦，真的叫美味的海鲜哎！哎呦，这是一家美味的海鲜餐厅。然后呢，它这里有卖火锅，但是有点热，等下考虑一下。然后呢，它也是有中文菜单，有中文在哪？哎，刚不是看到一个中文，好久不见了。前面而已吧。好久前面没有。最前面。最前面呢？就这一张可以吧？之后他居然拿了另外一份 menu， 是有图案的，但是满满的英文没有中文，但至少我们看图说故事还是有办法的，总比他给我们都是文字 menu 好。耶，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刚刚买的烤串，咬得动吗？吃饱口味怎么样？真好吃。好，换我，我来试试看这个超辣，它写 spicy 的烤肉，哇，满满的粉呢，酱料在上面，对，就是他们那个泰式酱刷上去，味道很够很足哎，然后真的是蛮辣的，爱吃辣的人一定要来试试看哦。我觉得泰国的炒青菜一直都好新鲜，因为他们的酱料真的很厉害，有点高，空心菜，然后这里是沙爹肉串，沙爹肉串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再加的酱，啊，有生子酱，我不是一直说想吃，都想吃，好吃，辣吗？不会，哎呦，微微的。可是它酱其实很甜，淡淡的香料味，不是咖喱酱，不是咖喱，有椰奶的味道哦。这是我们点的海鲜炒饭，点给小朋友吃的海鲜炒饭，好多吃啊，这个盘很超过，蟹肉炒蛋。点了一个炒面，这个不是，它是炒冬粉。它全部都海鲜呢。哇，拌饭好吃吗？
好吃。好不好吃？好，那快快吃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吃的东西啊、哦。来一块鸡肉，烤鸡。看看这边呢，这里上菜速度都超快的，快到你不可想象。真的点完哦，差不多三分钟就上了。而且他在写的时候，顺便先跟那个先跟厨房讲，然后就边做，等到全部点完的时候，菜也来了。嗯，烤鸡有点柴，没关系，沾着那个酱，我觉得酱很棒，酸酸甜甜的，也不错哦。嗯。哇，这是我们点的春卷，给小朋友吃的，等它不烫我们再吃吧。现在它刚炸起来，超烫，春卷怎么样？很脆，我都听到那咔咔咔的声音了。很烫，很烫是不是？好，小口试一下，咬得动是不是？咬得动就是好吃，现炸。要被烫伤了。这个是我们刚加点的虾饼哦，看起来蛮大的，而且是现炸的。我们来把它剪开来看看，哇，满满的虾子肉哎，耶！这是阿 sorry， 要在这个季节里面才算美味哦。啊，煮的，试一下，怎么样？好吃，用料很扎实，里面吃得到海鲜。料在的，这个甜甜的酱超好吃的。于是我就问他哪里可以买，他就说这个图。老板点的。哇，老板这么用心来帮你找图，就对了。这个就可以买到了，那这可以带回家吗？不知道在哪里买的，让我看看。老板太可爱了，整本那个 DM 都送给我。对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。奇怪，这是万客隆啊。有点像哎。我记得万客隆。这个，那么一大块150，最好是我带回去的。我去外面找找看有没有小的，4800。哎、欸，太夸张了！家庭靠的一样，太夸张了。我去找找看，看有没有小罐。一年都吃不完，我跟你讲，拿来敷脸。我又喝的醉茫茫的，来这里天天喝大量啤酒。哎、欸、哎，那不钱了，是不是浪漫情？他不少油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就是走啊，出去。我们这一摊的很可爱，老板用手写的哦。这家叫做美味的海鲜。对，其实我们只是随机在华兴夜市走一走，然后就没有买这家店。外面看起来非常好吃，于是我就进来了。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，经济价格实惠 ，CP 值高，很不错。继续逛逛吧，华兴夜市。是吧？你要不要试吃看看？试吃柚子。柚子，你有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我们买起来，柚子买起来。这个柚子啊，两盒是100元啊。我们还想说问老板有没有那个蘸酱，结果呢，他就说这个很甜，不需要。结果讲说好了，送你们一个啦，糖。为什么要？为什么甜上要加甜呢？因为增加它的风味，提升它的水果香气，所以这个组合在泰国是 OK 的哦。你们买的是什么？泰国沙威玛，泰式沙威玛，对不对？它在制作当中。我买鸡肉的，它有牛肉跟猪肉。哦。正在制作中，看起来超美味的。这个小青蛙真的是随处可见，泰国纪念品。它的声音像什么？青蛙。青蛙呱呱叫。那水标可以看。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，好，放回去。其实我在泰国没有预料到我会想买任何那种涂很多花花的裤子，可是我觉得刚突然觉得这件怎么好像很适合我，然后我刚刚就比了一下，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哦、喔。然后马航就对我说了一句什么？你过来跟爸爸讲。你刚刚对我说什么？穿不下。他说我穿不下，不至于这么宽我还穿不下吗？这裤子多可爱，不觉得我下次去垦丁的时候很适合穿吗？面露，可以啊，130呢，可以啦，穿得下，一定穿得下啊，只是平常不会穿，可能。还是明天华兴，沙滩漫步的时候。没有沙滩漫步，我要穿中那个泳池漫步的时候。穿泳衣
我肚子都变小。一个会说话，一个不会说话的。有点小，有点太盖住，被盖住，要露很多是不是？要怎么露出来？是不是像话吗？是帮你双拿是什么？库洛米的发箍。哇，有毛毛的耶。每天都买一样。对对对，他目前保持了每天一样的战绩了。好好哦。粉丝一直在后面说好漂亮，什么？再讲一次。谁漂亮？姐姐好漂亮啊！哎呦，你们这群人真的战斗力太强了，居然来这边买烤玉米。30元够啦。哇，他直接在那边用炭帮你现烤现加热哦。一定超好吃，它的独特酱汁一定超好吃。啊，这件事其实还不错，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条有理，就排列还蛮整齐的，就是我们喜欢的赛哦。人也不会太多，价钱也算 OK， 因为我很意外的，华西电视目前算是我还蛮喜欢的电视哦。犯罪现场逮到了哈、他们也太夸张了吧，看到糖果什么都要买。好啦 ，shopping 了哦，又买了一包糖果，而且包了更多，是不是来这边抓更多？对，这次都抓我全部都我喜欢。好，那阿姨先开动。好。吃饱，你吃这个糖果太享受了吧？啊，对，爽爽，好好复活，走吧。哎，你这次换 kiwi 啊？对，因为我今天喝过芒果跟西瓜，我想说换一下我第三最喜欢的奇果。刚老板还问我说 kiwi 的 mandarin 是什么呢？我跟他说奇异果，老板跟我学了半天了。我跟他说奇异果三个字，他想知道中文了。这里是华新夜市，其实还蛮好吃，蛮好买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像也是吃的蛮饱，买了不少东西哦，还有软糖，刚买了一堆，蛮好吃的。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视，欢迎分享。